大白菜、鸡毛菜、空心菜、油麦菜、绿的菜、白的菜，什么菜炒什么菜，喜羊羊、美羊羊。后边这段不重要了。知道为什么他能唱这段吗？因为他自个儿听不见声音，他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多难听，你知道吧？就是。我是家里都是好菜，给大家留好菜的留好菜。我是木偶镇上的菜农，菜农。哦。然后我呢，其实是一个听障人士，就是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，我是通过口型来判断你们说什么。所以说，大家记得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一定要让我看到他。哎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如果你读唇语，我如果 B box， 你能读出什么来？我就只能。你好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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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菜。你应该最讨厌的是 B box 的人，因为他根本没说话。B box 人捂嘴，关键是对他来说都看不见啊。对 ，OK 啊。然后呢？跟镇长，您跟镇的那个关系？什么？你跟镇的关系？哦，我爱吃火锅。好累啊，这一期。这不是关键，他读半天，真，对了，真镇长，哦，真镇长应该怎么说口型？真镇长。哦，真镇长，可以了。真镇长，真镇长啊，真镇长，什么关系？